这样下去肯定不顶。国政政府正在带你去创泰坦尼克的冰山，正在带你去哦山明水秀、风光明媚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叫做荷兰。这不是跟大家开玩笑，你选国阵会俾你乜嘢？选国阵好多着数嘅，肯定真嘅。第一就俾你独闯。嗱，你看，我们要办一间独中，华社要办一间独中，等了26年，蔡希利跟我们讲2个礼拜就可以拿到信，现在过了1个月了，官单独中的信在哪里？冇人知。你问多多，叫你等等等，都系等，点点夸，点点等。几时冇知道嘅？要办一间独中，26年，那封信签不出来，但是我做一间独床，5分钟搞掂俾你，仲冇想讲静鸡鸡就起。我哋呢度有红泥山嘅系咪？红泥山嘅独床几大噶？唔系好大啫，25 hectare。日本仔必须必输入嚟，搵到钱安督屎，日本仔翻日本咯。而家都有督屎俾大家，大家知道冇？红泥山嗰种独床，我哋而家俾阿周去帮佢管理几多年？唔系3年咩？唔系好似邓丽君咁样唱歌，左三年啊，右三年，唔系喎，唔系3年啊，都唔系30年啊。我哋而家你哋门牌山地山交俾你，去俾北加州政府帮日本仔管理嗰间毒厂留翻嚟嘅屎片，去管几多年？300年。听好你，邓小平只是保障香港50年不变，我们要帮日本仔管这一个红泥山毒厂的废料300年，300年就是从你的时代、你儿子的时代，到你孙子的时代，到你曾孙的时代，世世代代帮人家日本人管督厂。各位，这只是红泥山的小小的厂，关丹那个就是大枝大条了。红泥山25 hectare， 关丹的多少大？我们李宗伟可能拿不到奥运金牌，但是我们已经有一样东西已经是世界第一，不知道是应该感到光荣还是感到羞耻。马来西亚现在就可以很光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，全世界最大的稀土厂就在马来西亚。 We are number one, the largest rare earth plant is at Kuantan. We are number one Olympic gold medal. 各位，这个渠多少大？750英亩。你知道750英亩多少大？就是等于140个足球场这么大。你看世界杯，一个足球场就有这么多人，10万人围着看，它有140个足球场这么大，一个小时可以排放500万公吨的废水。这些水，我好多人啲讲，哎呀，银行买你唔使讲咁多啦，我住怡宝住花莲嘅，关我咩事啊？系咪？事不关己，己不劳心。人哋你冇笑啊？呢个水系咪废水？慢慢慢慢咁啊，你知道马来西亚嘅 standard 啦，系咪？国会装修都会漏水，法庭做好嚟都会淹水，反贪污委员会马来格用咗3000万都会落水，你都知啦，系咪？呢个水响 Linus 嗰度慢慢流翻，阿妹入到海里边，我哋关丹嘅海里边有好多鱼啊、虾啊、蟹啊，全部食咗啊嘛，食咗阿妹。全部捉上嚟，咪送去 Supergender 批發咯。阿妹咪嚟你呢度賣俾大家食咯。你哋食咗之後入咗肚，阿妹有咩古仔我就唔知道噶啦。你都知道3招，所以大家要問的，為什麼澳洲人自己不會做啊？稀土只有馬來西亞有，馬來西亞都沒有。美國、澳洲、歐洲有很多稀土，可是這些先進國他們都不敢做。點解唔可以做？因為呢個係攞命嘅，所以唔好做。但是我们的国家就是这个笨贼的政府，笨贼的国阵政府，我不知道他们埋为了什么。你想想看，这一些稀土，当年中国为什么做？当年中国穷，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外资不多，所以中国人没有办法，才要让稀土厂在这一个内蒙古设立。但是中国人现在开始后悔了，因为经过16年的生产，在内蒙古方圆500公里寸草不生，种什么死什么，所以养什么死什么。所以中国现在开始减少出口，过去中国控制全世界97%稀土市场，但是现在中国减少出口以后，欧美人开始慌了，他要做 iPhone， 他要做 LED TV， 他要做电脑，他要做 laptop， 都要用到稀土。
欧洲人很聪明，所以他们知道中国减少生产，他就要找替代生产国。澳洲人就跑去泰国，泰国首相一看到，冇搞我啊，萨瓦迪卡，冇搞我啊，去啊，去到越南，越南共产党一看到，喂，这个会死人的嘛，切，跑去柬埔寨，柬埔寨恒生总理一看到，喂，卢江阿玛利，切切切，全部找大家领事，柬埔寨、泰国、越南都不敢收。澳洲人就跑来，开始的时候跑去丁家奴，丁家奴那傻傻的州务大臣，但是在这边又不傻，薪水三水青，他知道，哎呀，这个也没搞笑，丁家奴也不要啊。最后去到哪里？去到拉西都拉采的州，全国没有人要，去到彭亨州，首相那就自己的州，一来一拍即合，你情我愿，货郎有情妹有意，爱来爱去抱在一起，他们抱在一起，我们就死在一堆。所以说这个东西一来，各位，5200公里外，一船一船运进来。华人有一句话说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入了你去踢他走咁容易啊。哦，我们反对政府讲乜嘢，哎，这个投资对我们好好的，哦，你们全部大学毕业有工作，不用怕，我们国家有很多收入。我哋行动都唔可以查咯，去国会一查系咪底裤都甩埋？点解你知冇？哦，你而家做工去美西噶嘛？卖果条、卖面、卖粉都爱俾税噶嘛？哦，你不管你是给门牌税、地税、销售税、服务税、所得税，给万啊万万税，给到你不会税，你都要给税，对不对？可是来那进来。我们本次的共产政府给他不用给的哦，12年免税，所以他看到国政不是万税，我们就一起睡，睡在哪里？睡在棺材里。各位，12年免税，我们一查这一间来呢，他是未来10年的订单已经满了，全世界跟他订了多少钱？840亿的订单，一年可以赚54亿，10年赚500多亿，赚了10几年，钱拿回澳洲，系咪？我要督大使，俾翻我哋马来西亚。我们这边人又老，钱又冇，乜鬼都冇，再翻屋企种番薯。呢个系咪笨柒嘅政府？系咪呢个笨柒嘅国阵政府？所以马来西亚有一间大学叫 UKKM 嘅 ，UKKM 嘅校长就系我哋嘅拉士都拉齐 University Konkan Malaysia。福建南江是穷坑的政府，笨柒的政府。各位，稀土还不够，这个只是一个开始。是谁之位？哎，他讲这样好啊，台湾又来了。台湾看到哇，马来西亚有咁傻嗨的政府啊，我哋都来了。哦，台湾国光市化，本来在台湾，台湾总统马英九已经 reject 10年都不给他做。他一看到稀土可以来马来西亚，现在他的快快来啊，快快来啊，全部跑去佐贺。佐贺是国政的堡垒州，彭亨也是国政的堡垒州，国政专门收这些先进国不敢要的、不能要的、不会要的，我们全部都要了。国光市化就去佐贺，稀土就去彭亨，连很多的这个山埃山内，你知道5g 的山内山埃给那个水牛吃，5g 水牛都会马上四脚朝天。这么毒的东西，现在在彭亨州用山埃采金，山埃稀土石化，样样都来。今天看报纸更加兴啊，唔讲有几火，越讲就越中火。你有睇到报纸吗？今日国政在大家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偷偷摸摸已经在全国7个地方鉴定，要在大选过后推动向日本看齐，要在马来西亚花213亿新建核子发电厂。你不要搞笑，今晚就告诉大家，其中有2个地方就在我们霹雳州。第一个莲翁那边的大石的门翁，首相署下面的核子发电署已经找到风水地，就是我们北拉州的这个大型的门户。各位，核子辐射不是存在300年，一旦泄露，好像日本福岛一样，
大家看电视机都看到心惊胆跳，你以为千里之外，好像费玉清跟周杰伦唱的歌《千里之外》哦，不关我的事。现在来到你家门口了了，在霹雳州他要来做，但是大家还有一条生路可以走，我们可以杀出一条血路。今天我就在这边承诺告诉大家，来届大选如果明年成功收复霹雳州，我们把喷子发电厂赶出马来西亚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赢了输一个位，所以大家一起扶持参，还加参。